知道变漂亮了。我不是指你的容貌。以前你满心满眼都是我，现在我在你的眼睛里除了厌恶看不到一丝爱意。这不挺好的吗？省得你烦。神经病吧。哇，你也吃来。夫人，这些东西是四爷让我送给你的。他送我东西，他不会想整我吧？夫人误会四爷了，东西放好了。那属下就先告退了。这洛书明送我东西，他脑袋不会瓦特了吧？我觉得很有可能。大概是吧。哇，这也太好看了吧。赶紧去买吧，赶紧赶紧的，快快快快，走走。真好吃啊。好开心啊，这么多好吃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都已经卖没了。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提前订购，把钱交给小白，然后写上地址，我们送货上门。好的。夫人，现在生意怎么这么火啊？洛小姐送你的。谢谢啊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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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加油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加油，谢谢，加油。说吧，什么目的？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你是我夫人，我对你好不是应该的吗？不应该，在我印象里你可是一直虐我的。以后不会了，快吃吧，菜都凉了。以后不会了，快吃吧，菜都凉了。四筒，六万。听说你最近卫生巾卖得不错呀。那是自然，怎么你也想要啊？我可以给你打八折。不要。哎，给我给我，我要两箱。我也要我也要，给我留十箱，给我的家人们也用用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我糊了。姐妹们，我先上个厕所。咱们一定赢，听说李小姐都没卖出东西呢。没到最后呢，不能大意。嗯。我跟她差多少？小姐，差十万大洋。差这么多？要不求求老爷。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我赢了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四爷要是知道了，不会放过你的。是吗？
是个梦。四爷，这是我第一次熬的鸡汤，不知道好不好喝，你要不要尝尝？你亲自熬的？嗯。说到这还有什么脸，是不愿做你的每一面。梦醒我又睁开了眼，怎么了？烫吗？你看我嘴都烫坏了。时间过得如此的快，可我们还是没有存在。真好吃。什么？鸡汤吗？不然呢？彼此翻来覆去，可思念还在延续。爱情不该依赖左右的难题。陆雨涵，你要干嘛？怕什么？我们是一家人了，日后理应相互照顾，是不是？乖哦，嫂嫂日后宠你。小玉，你去告诉表哥，让他过来。是小姐。呀，这是又来看你表妹来了。你。放心，我可没跟别人说。不过呢，你最好带你表妹赶快离开，不然让四爷知道了，可没有你好果子吃哦。我知道。你怀孕了，让我带你离开这里。不，我不能走。洛书明根本就不爱你，他除了能让你吃饱穿暖，其他的什么都给不了你。那也比跟你在一起强。诺儿，我需要你帮我。愿朵扶叔，你说吧，让我做什么？学个小狗叫叫。你怎么做不到啊？汪汪，声音太小，我听不见。汪汪汪，再大点声。你们都说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陆雨涵，你故意的，我恨你。陆雨涵，你这次真的有点过分。我过分吗？嫁给我你后悔吗？以前后悔，现在没什么感觉。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眼神清澈，拽着我的袖子不放手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只有适合，不适合。如果我说，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，就爱上你了呢？我又回答不是。把那男人拉出去活埋了。段雨落，给他些银两，这辈子都不要出现在这座城市。是。对了，把所有姨娘都遣散了吧。以后我只有一个女人，她叫陆雨涵。是。
雨涵，你是一个好女人，我需要静下心来想想后面的事情。那你准备去哪儿啊？我准备出国。好，那一路平安，照顾好自己。他说了什么？他呀，说他准备出国，你要是喜欢他，追他去啊。夫人，不要让四爷等很久了。好，走吧。你来干嘛？我特地给四爷做了件衣服，喜欢吗？还凑合吧。不喜欢的话，那我拿走算了。哎，谁说我不喜欢的了？四爷，你找我呀？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你都知道了。陆雨涵，你居然骗我这么久。逗你玩的。怎么还生气呢？来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会长还是回屋等吧，夫人还有些时候才生。没事儿，我等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爱过我吗？成人的世界哪有什么爱过，只有是否不是否。如果我说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就爱上你了，我用不着游戏。